再去做处理啊，或者我们今天执行的程序，我们还是一样做。我了解，哎，对，这些你都了解了吗？这个是，你跟法院跟监察院，我们我国家的宪法五件事情，请的，请你尊重监察院。我是监察院的问题啦，你这个都已经经过判决了，判决确定了，所以我们没办法。就是因为判决确定要拆屋，你还要罚款120万，监察院已经纠正了，就不需要再来测量，请新竹县政府撤销请强制执行，不想给我们参加租约，不去啦，把我房子卖掉。哎，那这样子，可以问上面有关系，有问问地震吗？他说他问你啊，不是啊，因为这个如果我来。他们一定要进去，一定要房子吗？那你房子不凉凉，万一床就凉凉。请回。